大家好，我国的四大名鸟之一岫岩鸟，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。它以小巧玲珑的身材和迷人的白眼圈，深受鸟友的青睐，再加上柔和悦耳的叫声，更让无数鸟友痴迷留恋。不过，今天我还要给你们介绍另一种岫岩鸟。它虽然不在四大名鸟之内，也很少有人了解它，但它的观赏性及鸣唱力都不亚于其他鸟类。它就是文头冠岫岩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不知道你对这种鸟是否了解？从鸟的体型、观赏、鸣唱三方面进行来评比的话，你认为怎么样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